以。你放心，这是很坚固的地方。好闻吧？先自己坐稳之后，再把关节往上推。好，来，脚放进去。你要一只还是两只？你可以试着两只脚都朝向你身边。看看，好，来踩，抓，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可以，来再来拉，这个拉，拉这个就好。对，好加工。练习踢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有开吗？两个关节往上推。好，来。靠过来，另外一只脚靠过来，好，躺下来 ，OK 的 ，OK 的，要小心，不要摩擦到筋骨，它会。然后，对，然后两只脚可以放下来，要往上嘛，对不对？快就到底，不要太高。好，因为它这摩擦力很小。这两种开。对。我看不到，被树挡住了。哦，好。等下，这上面有这个哎。好。我觉得我会撞到他哎。好，来先把脚踝，脚踝，
三角形往下推。想要往下推。手往下抓，不要理他，他也出去。